根据着疾病药中心来统计，今年初开始，因为讲这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了，后来搞着病院做着主镜头，而且抹片检测人比着去年同期减了25%到18%。而医生表示讲，防疫的同时，防感嘛袂当来中断。接下来发现今年的4、5月，它的筛检率和去年的4、5月比较起来，下降了15%到18%。其实这样子，大家不敢来到医院呢，没有规律检查的状况呢，就会造成说有可能会有延误发现的风险啊。疾病病医加医科医生苏若全表示说，很多女性朋友没想要做抹片检查，除了是拍摄之外，时间上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医院呢，他礼拜一到礼拜六的早上啊，他都有一个由女医师来执行的那个子宫颈抹片的快速诊。那在这个快速诊里面呢，就可以让这些女性朋友们来到我们的这个快速诊，不用去和其他妇科的病人们一起等待，他可以就是在专门做子宫颈抹片的一个门诊，那他可以节省掉很多妇女的朋友们他们的等候的时间，然后在这个有疫情的风险状况下，也不用在医院待太久。这个疾病病医现在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上午时间，咱有这个女性的医生负责着快速的子宫头，而且抹片检查门诊，只要几分钟的时间就当来完成。而子宫头癌是女性时常看到的癌症之一，医生提醒讲，最好是每当做着定期的抹片检查。一旦是发生的状况，会当两早做着处理。而现在有快速的抹片门诊，女性朋友会当多加利用。南天新闻台以下，殷空采访报道。